你有心呢，我讲起码让我听。你无关心我，无要紧我，你想要怎个跟我拍？我趁早跟你拍好气，啊！我早晚有一天，我真正失去你这个查某囝。你哪能安尼讲我？你即马敢若烦恼叶志成伊的状况，哪能话咧？你敢有想过，叶志成若是转去叶家，伊若是想起。 伊怎么会想要安怎对付伊？伊唔去原谅我，这死的人是我，你敢知？你着好好承认错误，你着袂死嘛？赵三公，我唔是挑工的，我迄天是啉烧酒醉，我为着要气，我为着要报复伊，我唔才安尼做。不过是对双双来讲，我就是反背伊，反背我甲伊的婚姻。 算落来，我着搁爱承认，我为着要安康去暗的状况，我甲杜淳恩做伙，要害叶少峰，还佮有叶志成，才讲唔下一届，伊兄弟阿命若是无讲的，哈哈，伊已经唔知死过几届。 你敢拿你即马家己咧讲啥？我知，我拢知。我知影讲我是你错误，我会让业界的人用金牌牌方式挂出去，咱做家的民主嘛拢会下了了。啊，搁有，你另外一个查某囝张嘉燕，嘛会做伙互人算账。迄拢是恁家己做得来的啦，恁家袂晓，请咱无法度好家己检讨哈。 一日接袂不过一错再错，做唔到一届，可是我们就两届，为什么无同款？问题我就是做唔到啊！我起码干来当过我感情，未来的代志我根本无法度选择你阿姐。好，你别惊，爸陪你面对，咱做来业家。 跟阿妈，阿哥你来也是嘞，啊！爸，你今麦会当替我做的，就是替我去甲叶志成，甲伊讲，请伊帮我耍。阿若讲叶志成唔肯，爸你就替我甲伊推掉。 你当离开啊，我二哥我给你照顾。哎，唔免，我无信任你，你无信任我，那呢？你总应该信任我爸爸吧？你跟我二哥是我爸救的呢，你安尼搞阮提防哦，实在是足无礼貌的哦。阿姐。 多谢你将你拼性命救小叶，不过在小叶精神进前，我是绝对袂离开的。你莫掠穿讲我唔知影你即摆心肝内咧想啥。黄心怡，你是毋是知影阮二哥的身份了后，你嘛想要做有情人斗的少奶奶，所以才甲阮二哥安尼孤孤单。是啦。 阮大姨是偌些扛棒哦，是真大嘛，真好用啦。伊若是要好着了后，你后半世人拢唔免烦恼食钱。啊，不过我哦要提醒你一件代志，当阮二哥已经结婚啊，伊毋是你哦想要敲着等敲着的人，因为你会袂得过。我甲小叶只是朋友，你毋免伫遐脑补。 只是朋友哦。
讲啊，这样好听。你假如讲我唔知呀，你就是想要利用这个这个机会，把叶志成当作是你的人质，来向我们也搞勒索，勒索情感，勒索金钱。再话，你老在改音，你这个人那是无歹心机，是安怎第一来的时阵看到小叶要假做无识识，啊，搁有。在饭店门口的时阵，你是安怎唔敢让恁翁知影小叶真正的身份？想知影你甲张嘉玲是毋是做伙想要害死小叶？结果骗我讲是张嘉玲甲你威胁。我看你超过伊走去楼顶，计要跳楼，根本想要找机会害死我甲小叶。黄心怡，你是凭啥在甲我讲话？你俩做个立像啊！我是小叶的朋友，你是爱我讲几届？我跟你讲，伫咧小叶精神进前，我是袂介意交予你这恶毒的查某，予你阁有机会甲伊害死啊！你，二哥，小叶，你怎算精神啊？你若是阁唔精神？我真正不知道会当坚持偌久，才袂让伊赶出去。二哥，哦，你莫阁叫我二哥啊！二哥，你听我解释。哦，慢。二哥，你心慢想起啊！二哥，我家己。我，我即摆头一听啊，我啥拢无想要听啊。尤其啊，你讲话的时阵，那声有够尖，我听了有够插耳的。我听人吼，真正足无爽快，压力足大。拜托，你就给你出去哦。我，所以该推叫医生。免啦，只要卖讲话就好啊。阿心怡，你有要紧无？我不要紧啊。志成啊，阿你若真正无代志，咱敢不当小讲者？姐啊，我唔知影你是不要讲啥吼。这个朋友一个祈祷师弟，你若愿意，咱私底下讲。小叶，你敢真正清醒啊？姐啊，听你讲，你敢真正识识我？不管你是毋是已经想起过去的代志，我拢以一个爸爸的身份甲你拜托，请你带领我救你一命还乡。放下红纱。这个虽然我听无你的讲啥，啊，不过你一个做爸爸爱查某囝的心情，我是会当了解啊。你的事是，你愿意给阿红一个机会？我呢，只要在家给你拜托。可算有一天，你若真正要出手对我的时阵，请你甲我讲，我查某囝，我家己来敢死。姐啊，我连我家己是啥，我家己都唔知啊。你讲我是当对查某囝安怎？真正，姐啊，你真正在为难我呢。志成啊。无啦，姐啊，真正的啦，我头已经讲过啊，我连我家己是啥，我家己都想袂开啊，真正，你莫阁为难我好不好？好啦，姐啊，啊无其他代志，无甲心仪，阮先离开啊。
张嘉玲，张嘉玲，你想怎？伊规工安尼啦，敢若是感冒，要送去病吧。唔免，无需要真够予人发现风险，予伊退烧药就好啊。我是无错啦，啊时间若是出了命，你爱去。 这条人命是你爱担的。喂，是，啥？哪有可能？好，我知。甲什么女人伫咧讲电话是无？无你的态度，你才尔客气。我无需要甲你报告。 你毋是叫杜承恩去处理叶志成，像在遐王天赐哦，杨雄走出来的，但是嘛杜承恩哦，人毋知掠去倒位啊。你讲，即摆要安怎才好？杜承恩迄个人遐尼低咯，死嘛应该啊。伊替你办遮尔济代志，你着遮尔无情。安怎？你咧毋甘，你的客兄？即摆哦，人讲隔壁老王啦。拢共款啊。 会伫你家做，就唔惊别人知。你以前你最近一个夜家，想要陪一个，因为夜家另外一个新妇就有可能会倒来。你讲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拄则已经收到消息啦，已经查到方世杰伫咧国外下落，这个代表王雅慧可能无死。这么哪有可能？王雅慧明明就和莫妮卡。 用心大掉啊！我送去病院无偌久了，伊就死啊！伊哪有可能够有活的啊？原本嘛当作无啥可能，啊，不过王雅慧过身以后，所有的血书拢是方世杰咧处理。伊毋是王家的亲戚，后伊来处理本来就奇怪。后来方世杰低调出国以后就无消无息，所以前面女人一直有找人去查，今嘛总算是找到方世杰的下落。 那王雅慧，前面女人敢会当找到伊？王雅慧是毋是还阁活的，还阁无法度确定。啊，不过若真正是真的，咱两个人就有一个足大麻烦。今嘛是叶志成想要回来，这件王雅慧嘛有可能会出现，所以这代志绝对袂当搁拖。我会想办法，赶紧摕到叶少祥的财产。啊，那你嘞？ 赶紧甲叶少峰结婚，啊！若有等到迄对翁仔某钱才转来，咱两个人拢免算啊！我会看事办事，你先顾好你家己啊。 是真戆，为着欺负人，我拢愿意保护啊！为着我家己的红尘，牺牲性命，还阁算啥？雅慧。